准。对，你可以参与他们那算。我算的准主要是，不是喜欢算。是准的，就是。球迷吵得我们也听不见了啊！感觉咱们看前的，就是面前的这个台，这个看台啊，特别神奇。就是这个 A 台比赛啊，基本上粉丝呢，就是比如这场啊是丁宁的，丁宁粉丝夸过来了，然后一会儿下一场，比如说刘书文的，刘书文粉丝都过来了，然后下一场马龙的，马龙粉丝都过来了。对，这属于像欧洲足球，属于南看台，南看台，死忠看台。对，所以这几天回酒店之后啊，每天感觉就是。入睡前耳边充斥各种各样的加油的声音，最著名的南看台就应该是多特蒙德的，对，皇家马德里的皇马我看不如多特那个，德甲的气氛确实是比较热烈一点，那有的俱乐部它是反方向的看台，多特那个我们去过，威斯特法伦就威斯特法伦，我们那年世界比赛就在那打的，去看球了吗？没看，但声音都很小。我哎哎，这个不能急。这个球发的证明站位也太偏，是他都没发到边上了，你看都没发到球台上面，站太偏了。对，第二个是吧？吃两个发球加发个失误，一共才五分。对，这三分就输得很随意。对，啊丢，反拉直线这种球太难了，还转了，是正手还是有点不太过关啊，感觉啊。一会儿好，一会儿差的。对，反手不错还是？反手对，反手比较好。第一局这比分现在看起来不像是两个同级别水平的，或者同状态水平运动员的这样对抗、啊。其实丁宁第一局也没有太发挥的，就正常。之所以会这样，往往都什么都是两个很熟悉的人。经常会打成一边倒，嗯，因为两个很熟悉的人，我会抓你漏洞抓特别准，但你反过来你抓我也很准，但只不过我今天抓你的时候，哎，我都抓成了，你抓我的时候你没抓成功，对，这一下就拉开了。往往两个比较生路的球，打不了梅西，很难，先试探，对你上来都试探，我对你的发球、对你的进攻、对你的线路都不了解，等你都了解了，容易这样的。对。反手这线路多长啊，变得。嗯。陈梦有点被喊懵了，是啊。被南看台啊。对啊，我觉得是不是有点没打进去，是吧？第一局。这个比赛周期的一个积累哈，可能到这个时候疲劳感会比较强烈。对对对。身体上的疲劳，主要思想上一疲劳，头脑一疲劳，很快就输下来。稍微有几个球就算不准，对对对，彻底就懵了，彻底就懵，对。对。
这个肢体跟表情上来看，好像有点无奈，有点迷茫了。这个本身他跟丁宁打，从球路来讲就不好打，再加上他今天整个身体状态也不在最佳状态，是，所以我觉得这也能理解。发球，明显这步伐就慢了，是有点沉，反应慢慢拍啊。对，这球老张的话就一碗大卷，卷哪儿啊？你说，卷哪儿？卷谁？卷球台上呗。这个正手连续性啊，现在的女孩啊打球啊，就正手拉球没有一个人像以前张怡宁这样正手会拐，虽然张怡宁撇的一般，但是她拐的很好，就晃啊，稍微有点晃啊，没有你那撇呢，在正手位会撇，我发现你在侧身位不会撇，正常来讲撇斜线啊，对啊，你不是你撇直线吗？正手位哦，你一般正常来讲从侧身位好撇，你是在正手位撇，所以你能成功吗？你走不寻常的路线。我不测试，正所谓那大拐，那个打削球它管用。嗯，还是非常这个，根据你自己的特点来，角度很大，两边。之前汪丹指导来的时候也说这是个大魔王，打削球特别有一套，特别打得好。哎，然后他们那代运动员打圈都打得很好，他和王楠应该打得都很好。我喜欢拉假弧圈，一个不转的，对，拉不转弧圈，一会儿人家不愿意跟我打，老削下网就不愿意跟我削了。好不容易削过来，你再一板大卷。不用卷，打拍有时候。哎，是不是套胶好拍啊？对，套胶也好拉不转的，因为能拖得住，它不吃旋转。中国胶皮有时候呲下去了。对，正好下网。嗯。所以说这削球时间也少了啊，感觉当时被针对了。就因为看完张怡宁打完削球以后小孩都不练削球了，不练削球了。好球，哎，好球，哇，哦，漂亮，哇，哦，小心，丁宁真的像在乒乓球场纳达尔啊。中远台的这种，对，两边的这个相持能力非常非常强，而在女线里头她整个中远台的这个能力应该算最强的。是的是的，马林知道这个网球足球斗地主都能说，哇啊，以后不能局限于只做这个球类，你就问他就行了。我台垒齐垒，体育来讲我熟，融会贯通，都熟，知识。楼上这粉丝挺逗的，刚才有一个那个女孩刚要说喊丁宁加油，然后旁边一人拽她说：“哎，这陈梦得分，别喊。”没有，人家没喊，人说丁宁变一变。没对吧？人没说战术，那是需要啊，您上去带头喊的。要盯紧点人说，这就是输完嘛，对吧？丁宁变一变。那以后应该是给场边教练啊，跟这个楼上的这个粉丝团的团长啊戴一耳机，不是我们要布置战术了，你跟我们一块儿。粉丝团团队团长必须得有比较多年头的这个职业运动员的那个经验，他不行，他喊错了不行啊，得是天降级的。对，我怎么记得陈梦赢俩球啊？对啊，我哎，应该六比二。刚才有一个球，应该是丁宁正手就出台了。现在应该是7-2。对，但是后面写的也是翻分翻错了吧？8-1，他们两个运动员现在太投入了，不知道一会儿肯定他们 LED 得出来看台面了。但是他们内心的比分肯定会知道。我记得他是赢两8-2，应该现在是。所以一会儿你看打完的话，他俩肯定会那什么，他俩自己肯定记得比分。你看丁宁漂亮，中台能力很强啊！对呀，水陆两栖，水陆两栖。你看陈梦这个正手位啊，能在水中飞起来。
不是赛点。10-2吗？我怎么记得9-3？对，我也觉得他赢了那个三分球啊。嗯，但是现在包括这个裁判的这个台子上写的也是10-2。嗯，那可能有油球擦边啊？有可能，对，有可能吧。说队员太投入，现在不知道，也可能咱俩错了。这样的话，11-2，丁宁拿下了第二局同意，2-0战胜了陈梦。咱们呢一会儿也是先来听一下，对丁宁的采访。好，那在这呢也是感谢张安宁指导，感谢马林指导，感谢二位的精彩点评，咱们下次直播再见。